高玉2024社星期三截止申请，挨近夜晚七点终截表之前，仍然有市民嚟到赶 deadline。其实我唔记得咗我日，嗰日星期五，所以就一睇翻啦，今日咯，咁所以咪放工即刻走过嚟。其实我觉得油塘系比较性价比高啲咯。系几多人住啊？三个。其实不用交咁敏水嘅，唔少人在晏昼就已经嚟到房委会嘅乐富客务中心度交表，佢哋嘅心水盘又系边一个呢？等个仔到时自己决定咯。哦，即系你帮个仔交表啊？系啊。哦，有冇资助佢啊？诶，当然有啦，啲后生好难自己可以咩噶。资助几多咁样？抽中咗先讲啦，首期就一定会有嘅。系我帮我个仔攞表嗰啲。哦，佢有冇话佢心水边度啊？佢。聽講話而家東涌嗰啲都好靚喎，都即係佢有一個仔一個女啦，佢都希望都係大少少咯，想係即係舊年都有緊到啦，不過太細買唔到。啟德咯。我點解揀啟德嘅？因為我住慈雲山噶嘛，係啦係啦，咁啊想揀翻附近咯。我都唔中意。咁啊油塘都 OK 嘅，都交通方便就得噶啦。有冇話擔心買完之後會再跌啊？都。咁又個市有跌有升嘅，咁可能會升咧，係嘛？今期嘅居屋預計會喺第四季攪珠，去到出年第二季開始揀樓。各位入咗表嘅市民記得留意啦。